羅賓奴單對單想過，咁啊李慧文咧順低一劫嘅時候咧，終於篤咧個波。李思明但又唔夠快喎，俾啲羅賓奴翻嚟咧挨挨失咗個波之後咧，落翻喺基拔圖度。好啦，呢邊見到咧巴力斯特預備走啊，個波落翻嚟亞力斯度先，俾翻落嚟中間基拔圖一篤，唉、哎、好在後邊六冠邦咧攝個位攝得靚啊，好波。亞馬遜轉定個身，終於差翻落去盧西奧，再轉俾尼迪，有路推啦。咁啊，香港隊又係翻曬嚟噶啦。去唔到咁唯有咧，又回翻到盧斯奧呢邊啦，再轉過嚟咧就基拔圖喺度，啱啱一控對方到啦，咁啊一到嘅時候咧，歐偉倫到咗對方又縮咗個波，歐偉倫好勤力啊，今日真係走動好多啊，咁啊奈何啦，咁啊前邊咧真係孤掌難鳴啊，咁啊雖然下半場多翻陳少琪一彈咧，都係似乎形勢麻麻，好頭槌一聲一個二前入，中間守門員蕭國基拉立個波，咁啊睇嚟咧威脅尚未解除啊，終於一頂又入啦，又入啦。不勞咧，終於有波入啊！六比零啊！嗱，呢啲波咧，明顯你睇到咧係巴西嘅進攻啊！佢喺中場猜一輪先，佢唔使急噶，但突然間一入波咧就好快嘅喎！哇，呢球咧就好典型嘅例子啦！咁啊，完全咧喺中場咧慢慢嚟噶啦，喺中間慢慢嚟，突然間一個轉方向入去，後槌一 set。中間咧啱啱咧係攞到嘅時候咧，守門員咧跨級嘅時候啦，中間羅賓奴已經走入嚟噶啦，飛身一頂，潘耀卓企喺度俾人攝埋個位啊！哇！第一時間超過真係靚啊！呢、這個巴迪斯達啊，黐咗落嚟，而家轉轉啊波咧，讓咗過嚟呢邊亞力斯，亞力斯俾埋中間心口去，仲去啊！整咗十二碼添，死火！咁啊～呢、这個巴迪斯達咧入射咧就港隊嘅守衞咧就勾咗佢，整多個十二碼添啊，七個冇皮嘅咯，如果射入埋，睇睇啦，兩個咧就喺山山埋去，對方心下攞，兩個後邊啊呢個文比德咧勾到人嘅。呢、这個十二碼由阿力斯咧係射入啊，七比零啊！事實上咧係技術一籌嘅，冇得講啊！佢爭緊幾班波，好啊！劉強攞到波，寫為呢邊又過唔到頭，阿力斯一頂頂埋嚟啦！艾馬遜咧立咗個波落嚟，哇！任人魚肉喎、啊，而家冇辦法啦，退手都唔掂噶啦。好，右手邊又嚟一次，唔出添啊！咁啊，俾翻後邊嘅。哎呀！一個撞牆又入到底線啊，出啦，輸多啦，哎！咁啊，想話咧後爭咧坐嚟睇睇出得好靚啊！嚟後爭坐埋去。我再睇一次，喺嚟緊嘅星期六晚深夜兩點十分，大家要喺明喺翡翠台睇到佢。好啦，呢個波咧，香港隊咧錯唔到蛋啊！呢、這個自由如何啊？仲有歐偉倫想射又唔得，嗱，仲係圍住嚟打，哎，搞掂，搞掂，李思明入波啊！真係細估唔到啦，香港隊咧終於可以攞翻一個入球，你睇下幾犀利啊！哇，香港隊入波咧，全場嘅空洞情況咧，不下於朗拿甸奴入波啊！嗱，呢個波咧亦都可以講啦，巴西隊咧就係百萬一疏啦。俾香港隊咧圍住嚟打，咁啊守門員施殺咧冇計。嗱，我哋做個慢鏡咧，睇睇啊李思明呢個波咧，其實就入個波啊好易嘅啫。嗱，當時咧呢個進攻睇下撞埋嚟啦，咁啊劉強個波撞唔入，咁啊但係咧混亂當中啊巴西隊始終係解唔到圍啊。嗱，歐偉倫呢個波伸多腳，劉強一擠過嚟中間就俾呢個李思明嚇，咁啊拉到佢件衫，咁啊球證睇到喎，周偉新睇到啊，好啦。蕭國基咧就好緊張，咁啊叫人咧封住條近處先，自己嚟啊封咗遠處，自己走過近處嗰邊。三個球員喺度，我見到咧艾蘭奴喺度啦，巴迪斯達喺度。哎，巴力，哎呀呢、這個波係巴迪斯達射啊！哇，完全冇反應，因為估唔到係巴迪斯達射，以為艾力斯射啊。哎，就打一步咧，巴迪斯達咧挫個波咧啱啱浪橫尾咋嗱，你睇嗱真係一步一浪埋嚟，個波少咗啲曲序。啊！早啲跌落嚟，你呢個波入梗啊！嗱，再睇一個慢鏡啊！嗱，嗰波少啲跌落嚟啦，早啲跌落嚟一定入啊！好啦，咁啊呢邊咧見到咧香港都進攻咯喎，吳偉超攻到上嚟，呢邊咧見到祖安埋嚟一冚，唉，吳偉超咧跌啦！好啦，立即開啲嘛個波，六冠邦起腳勁射，哎呀！
呢、這個波咧係射得夠勁㗎，係谷完咧到入要翻去守咯喎，睇到羅賓奴哇幾個假動作中嚟啊，哇呃到呃埋嘅真係啊，真係呢時咧真係啲魔法真係魔法啦！啊陸冠邦明明企喺度噶嘛，點解咁都俾佢呃咗嘅？啊仲係羅賓奴玩啊！哇真係俾佢玩曬啊！好啦，基伯圖由你嚟啊！好，俾翻呢個羅賓奴。哇頭先嗰幾下假動作真係睇到眼都花埋啊！似咩咧？似我哋以前啊阿古惑仔啊劉榮業都係成日咁樣噶、啊好啦，呢、這個波射埋嚟高啦，高啦，見到艾蘭奴咧係高啦好啦，睇睇呢個波，哎呀，一掗嘅時候咧，球證咧係出，我諗周偉新咧都一定咧俾佢射埋呢個時候球先噶。暫時紀錄係7-1，咁香港隊睇嚟咧再入波機會咧就絕對唔大啦。問題巴西能唔能夠咧藉住呢個保時當中嘅保時咧再有波入啫？唔掂啦，呢波扯到埋嚟，再射出去，出界啦。周慧新應該是名笛啊，冇錯。咁啊，見到周慧新名笛啊。咁巴西隊喺呢個大年初一喺大球場以7-1一個大嘅比數係擊敗咗香港隊。